Hello，大家好，Hi，我哋又见面咯。今日咧，我哋咧就嚟到霸生咧，在直上咧摄根庄嗰段路程里边咧，有一个历史悠久嘅古迹。咁样咧，听到好多当地嘅居民讲咧，呢度咧有几个版本嘅故事。咁样点解有几个版本嘅故事咧？首先咧，有啲人就讲啦，见到啦呢度咧有女鬼喺度向你招手啊，同埋求财啊。有咁樣嘅故仔，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咧就係日軍嗰陣時咧，就嚟呢處咧就殺咗好多人，將啲屍體咧就抌去河嗰處。咁啊，第三咧亦係佢有英軍喺度啫，揚走啊。因為你哋所睇到我背後呢度咧，就係一座建築物。呢座建築物咧睇起嚟已經荒廢咗，聽佢哋當地嘅居民講咧，就係百幾年嘅歷史嚟嘅。百几年嘅历史，咁样样咧，以前咧又系有一个隧道喺度，咁呢个隧道咧，听讲咧就曾经系藏军火嘅，咁样系唔系咧，都系一个传说。咁样我今日咧带大家嚟咧，就见下睇下呢度，我哋探索下呢度历史嘅文化同埋遗物。好，今日我哋呢度好幸运嘅，请到阿曾先生。就係呢度當地嘅居民同我哋講解一下，好嘛？曾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OK， 来我们看到这边啦。OK， 我听说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的历史啊，是吗？啊，对 对, 对。它这个地方是让酒的，是吗？啊，它是以前是让酒厂。让酒厂啊，但是这座呢，这座呢，是他们是前英国的时候是俱乐部，这间是俱乐部来的。哦，以前呢呢座建筑物呢是洋酒厂来的，是英军的，咁样亦是一间俱乐部来的。哦，然后啊，听说就是有那个英军还是日军的飞机来炸这边是吗？对对对 对, 对。还有那个炮洞是吗？炮洞还是有的，他们是在后面，不在这一座。哦，在后面、啊、哦，以前这个是俱乐部，他们是。啊，有时候啊，打仗啊，很累的话，就在这边开心的。后面是酒厂酝酿过来的，很近而已。哦，啊，大家听到啦。所以讲呢度系一个俱乐部，亦系娱乐场所咁样样，俾大家啲即是讲嗰啲啊军人啊喺度娱乐饮酒嘅。不过正式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英国以前早期咧就系洋酒嘅地方嚟嘅。那么我们就麻烦曾先生带我们进去参观一下，看看好吗？咁我带大家我去睇下啦。適逢而家夜晚咧，就最啱嘅。依家黃昏嘅時候，哦，老天很高啊！我们要小心先嗬。哇，个楼梯都非常嘅高，睇唔睇到啊？嗱，佢哋都系咁样爬住上。好啦，我而家我要上一上去啦。哎。里面呢入面呢睇起嚟呢已经啊冇咗屋顶㗎啦，屋顶已经冇晒㗎啦，全部。好，我哋就行落去睇下。哦，这一间就是俱乐部啦，当时啦。啊，当时的时候是俱乐部啦，据我们的那老一辈的跟我们讲是这样子。哦，等一下啊，我等摄影师再来看看。呢度呢以前呢是咁大嘅地方，真係好大喎。就係、是、以前嘅俱乐部嚟嘅。咁样样咧，我而家咧带大家入去睇啊，因为咧呢、这个俱乐部嚟嘅本来，但系地下咧仲有好多嗰啲留低嗰啲啊，即系圆圆嘅洋酒嘅，即系个地库嚟嘅。它一个就圆圆的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让酒的东西来的，应该是吗？啊，让酒的，让酒的东西。哦，嘞，这个也是一个地道来的咯。哦，这个地道。这个也是一个地道来
呢度系落去地下室嘅，但系已经水浸咗，水淹啦。因为它地面全部是空的。哦，地面全部是空的。哦，全部都是空的。它的地面是空心的。哦，是啊。哦，原来佢呢度咧，头先我哋未拍嘢之前咧，我哋都同阿曾先生喺度啊探讨下研究喺度。佢原来呢度咧，去通到去后边嗰处。阵间咧，我哋咧带大家去睇下，好唔好啊？哦，全部地道来的，空的。全部是空的，空心的。哦、这个我们踩上去的，全部是空心的。哦。上面是空心的。嗯。啊。哦，这个圆圆的，就是的。啊，圆圆的。酿酒的。酿酒的。这个是完成好了的酒，然后他们运输过来，就这边就可以直头拔了。直头拔了。嗱、啊，听唔听到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系呢啲咧，以前咧。是即是講咧，嗰啲酒咧釀好咗之後咧，放喺依處咧，到時去飲嗰陣時咧，直頭喺度畢嚟俾嗰啲啊軍人飲嘅，嗬、啊。裡面可以進去嗎？可以。我哋入去睇一睇。要小心一點、嗯、要小心一點。誒，前邊開個燈喺出邊，前邊。嗯。這邊，哦，依度都係有一個咩嘢？嗯、有流胎的嗬，嗯嗯 ，OK。依度上去就冇嘢睇啦。咁樣咧，而家咧，大家都睇到咧，依啲咁樣嘅建築物咧，全部仲留喺依處，因為嗰啲建築物。但係依個咧係攞嚟放乜嘢，我哋就唔清楚啦。但係咧有個牆喺依處嘅。咁地下方面咧睇到就冇乜嘢啦。咁樣依度咧就係尾後邊啦，我哋睇到嘅就係咁樣。哦，这边也可以过去了。嗯。等嘛。啊，我们上去先。嗯，可以下去吗？可以。嗯。这里有楼梯。哦，这边有楼梯。啊，它以前也是一个门来的。哦，这边也是一个门。啊，它的砖是后门就对了。哦，后门是的。哦，这边是后门。对，其实咧呢度咧，我哋咁样睇到咧，后边咧仲有一座建筑物嘅，睇唔睇到啊？咁样咧，大家睇唔睇到嗰个窿口咧？喺呢个位咧系炸弹炸落嚟漏落嚟嘅呢个窿口就系喺呢个洞啦吓。咁样我哋再睇下。而家我哋落一落去，我哋后边咧系酿酒嘅地方嚟嘅。但系咧，亦系有好多人讲，呢度正式系酿酒嘅地方。英军早期嗰阵时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嗯，你小心。嗱，大家睇唔睇到呢个地窿咧？啊，呢个口咧？以入面咧，以前咧就釀酒嘅地方，而家積水咗啦。但係入邊係空洞嚟嘅，就係頭先咧，頭先我哋喺入邊所睇嘅咧，嗰、那個地庫咧就是、直頭可以行到落下邊嘅。嚟，唔使近啊！嗱，你哋都睇到啦，呢、這個圓嘅呢個位置睇唔睇到？呢度前面有一個窿口啦。嗱，呢個圓嘅，成個圓嘅。
这边全部都是很多洞哈。对，它走廊，它走路的走廊的。嗱，佢逢系走廊嘅地方咧，你哋睇到啦，前面都系有个窿嘅。嗱，依个都系个窿，睇唔睇到啊？依个都系窿。啊，你过嚟啦。啊，依度有一个，哇，依度有一个细窿仔，小心啲。啊，小心啲。所以我哋夜晚嚟拍摄咧，就非常之比较危险嘅。啊。上面你睇唔睇到啊？上面一个大窿，睇唔睇到？上面嗰只啊，依个咧就系炸弹炸落嚟嘅，依个留低嘅啊，依个窿嚟，炸弹炸到嘅。嗰边嗰个又系炸弹炸到嘅，依个又系。嗱，地下全部都系啦，你睇下，你睇到啦。呢啲全部都系啦，你哋睇到啦。但系我哋行咧，我哋真系要小心嘅，我哋真系要小心。呢啲全部都系窿嚟嘅。但系听讲咧，听说啊，郑先生，这些洞啊，它里面听他们说，好像啊20尺那么深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有20尺深，但系我哋而家咧，我支棍俾我下好嘛？嗱，我试下睇下先。但系我哋真系。入晒去噶啦，哎，都咩啊？哎，我觉得我放棍下去啊，有东西弄我的棍的。鱼啊？里面有鱼。好似有嘢，嗰啲鱼嚟嘅喎，都唔知系唔系哦。不过听人哋讲呢度咧就鬼影重重，就讲到好恐怖，系嘛？有鱼先啊？有。他穿我的棍呢？这里很深的。哎呀，有嘢喎。哎地方非常之大，嗱，呢啲全部都系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上去啦。呢度有3层楼高，今日我带大家上一层就好啦，因为太过高。一楼有20尺啊！一楼入边嘅高度有20尺啊！哇，我冇乜生疏啊！王先生啊，OK， 你上先。依个楼梯咧非常非常嘅斜，咁样咧行上嚟咧都有多少紧张刺激嘅。不要，不要上楼那么高，因为这边的好，等他们上来先。好，我哋而家咧就嚟到一楼啦。咁样咧，呢度咧都好多地下都有好多窿啊。其实呢啲四方嘅窿咧，
當年唔知係放機器嚟運酒啊，定係吊嗰啲酒桶咧，我哋就唔清楚啦。前面呢座建築物咧，已經全部都爛曬啦。但係咧，好明顯睇到下邊咧，嗱，圓嗰個咧就係酒庫嚟嘅。但喺下面呢，我哋再望一望下面呢，除咗呢個呢，前面呢隻呢，呢度前面都係酒庫嚟嘅，但係草呢已經遮住咗啦，已經遮住咗。嗱，隔離呢度有一隻。咁我哋再睇一睇呢，望落去四周圍呢，嗰邊呢是一条河的，这边有一条河的。这样呢，这条河呢，像当年呢听起来讲呢，那些日本军呢，那日本军呢就当初呢就将人杀了呢，就将尸体呢，即是说就扔了在河里，那些头呢就扔了下去。那以前英军在洋酒那阵时呢，就喺度咧就起咗个酒厂嘅，之后咧日军嚟到占霸啦，咁样咧就所以就俾日军就占霸咗之后咧，日军即系讲英军就走咗，日军就继续喺呢处，所以英军嗰阵时喺俱乐部呢度咧享乐饮酒嗰阵时咧，咁样系走咗啦嘛，就剩翻咗呢啲咁样嘅遗物喺处，同埋好多酒喺处，咁样亦有好多军火喺处，咁样阵间放军火嘅地方咧就喺隧道。我哋咧就爬落去睇一睇，睇入边嘅隧道系点样样。听讲个隧道咧就非常嘅长嘅，但有几长我哋就唔清楚啦。阵间我哋要入去正可以睇到啦。咁样有啲拍摄嘅朋友咧，即系我嘅朋友咧，有啲拍摄嘅咧，佢哋以前拍摄嗰阵时咧，就系后边呢树啦。当佢哋嚟到呢个我嘅位置嗰阵时咧。他哋聽到個女人咧，即時又喺度嗌，因為嗌咧就喺頭先我哋個俱樂部，睇唔睇到後邊呢座俱樂部咧？咧喺俱樂部嗰度咧，嗰啲聲咧就發出嚟喺度嗌嘅。咁啊，頭先我哋所出嚟嗰度咧就係後門啊嘛。嗱，俾大家睇下個後門先，照一照先嗱，睇到冇？啊，就係你哋所睇到呢個後門啦。就呢個後門咧，頭先我哋。入啊過嚟嗰陣時咧，就即是講，仲有一邊未影到，陣間我會影俾大家睇啊。但係依個建築物咧已經係百幾年嘅歷史㗎啦，而且共產嗰陣時咧，馬共嗰陣時咧，亦聽講又曾經喺依處留低嘅，但係係唔係真係實實嘅事實，我哋就唔知啦。咁樣樣咧，全部咧你睇唔睇到啦？牆壁依個窿咧，聽講都係炮窿嚟嘅。啊，圓嗰只，但係四方嗰只我哋就唔清楚，因為係當地嘅居民都講呢個咧就係嗰啲子彈窿啊，同埋個炮窿嘅就係呢啲啦。咁我哋睇翻上去上邊呢度樓上咧，嗱，而家你未睇樓上，嚟睇呢度先。啊，呢度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四方格，但係呢個咧應該就唔係炮窿嚟嘅，應該呢個係以前咧佢哋洋酒嗰陣時用嘅嘢嚟嘅，可能放機器啊，或者放乜嘢啊咁樣樣嘅。咁样落嚟咧，我哋睇翻上去上边啦。啊，上边咧嗱，睇到好多窿啊！啊，呢啲全部咧都系炮窿嚟嘅，炸弹炸落嚟嘅，遗留嚟嘅。呢啲就系历史嘅见证啦。呢啲全部都系炸弹炸落嚟嘅。啊，嗰啲炸弹嗰阵时啊，炸喺树，因为听讲咧，英军咧嗰阵时咧，我投降，我走咧。嗰陣時咧，就咧佢又要炸翻嘅日本軍，即係講日軍啦。咁樣咧，英軍揸嘅飛機嚟講嚟炸咧，就炸死咗兩個日軍嘅。啊，兩個日軍咧炸死咗喺處咧。不過咧，聽到依度嘅居民都有講咧，成日見到兩個
日軍成日喺呢度樓上，就是呢個一樓，一是喺樓上三樓上邊咧喺度徘徊嘅。咁樣係唔係真係咧？咁樣我哋又唔清楚。咁樣我哋今日拍攝咧係同大家去分享。咁樣我分享嘅期間咧，可能你哋有陰陽眼嘅朋友咧，可能會睇到後邊咧會有啲嘢。啊！如果有嘢，你哋盡量去睇，冇嘢就睇唔到啦。普通冇陰陽眼嘅人係睇唔到嘅。所以講，如果係講有嘢嘅咧，你哋好清楚會睇到。咁樣咧，地下呢啲咧就係炮，即係炸彈炸嗰陣時嗰啲炮窿咧所漏落嚟嘅。依個咧就係嗱，一個啦，兩個啦，三個啦，但係依個就唔係啦，依兩個就唔係嚟嘅嚇。所以再前邊咧嗱，呢啲炸彈炸落嚟呢啲窿啊，睇唔睇到嗱？仲喺度留低嘅，隔離呢啲都係嘅。因為我哋咁樣睇個窿嚟講咧，最少都有六寸啊，呢度四寸啊，六寸啊，咁深嘅。所以你睇望到後邊嘅，好深嘅。好啦，咁樣佢哋講咧嘅日軍咧，就係頭先我哋所同你哋大家講啦，佢就喺呢度咧。兩個咧，日軍咧就喺度徘徊，行上行落喺呢個位置，喺個位置行上行落。因為呢度好多居民居住嘅，而家已經發展啦。但係咧好奇怪一樣嘢喎，聽當時嘅曾先生，我想請問你一下嗬，當年的時候啊，政府首先。政府要来这边推倒这个建筑物是吗？对。可是我听说，就是说当那个泥基啊神手啊，他要来推的时候推不倒是吗？推不倒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也不大清楚，因为他一直推的话，他的那个推动器他自己会坏掉。哦，推动器自己会坏掉。不然就那个铁链就掉了。哦。不然的话，整个车都倒下来。哦，是啊。啊。哦。推了一两个月还没有推不倒。哦，然后他们就放弃了。就放弃了，然后再找个地方给这些刚政府要征收他们的地的搬来这边住而已。哦，是啊。为什么他要就是说不给他推倒，是什么原因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他们想了办法，然后去申请什么 permit 来的话，要推都推不倒。推不倒。推不倒。应该是有一些这很玄的东西了，应该是很玄的东西哈，大家明白哦。即是講咧，阿曾先生講咧，大家都曉聽啦，我哋嘅華語啦，就係講曾經政府咧派泥機咧鏟泥車咧嚟度鏟呢個建築物，但係好奇怪，鏟嚟鏟去係鏟唔到嘅，因為一鏟落去咧，佢啲鏈咧全部咧就係發動器啊，全部都會壞，甚至乎嚴重起嚟咧，嗰架泥機車咧都會反啊，所以你話神唔神奇？會唔會奇唔奇怪？咁我哋就唔清楚。呢個係曾先生所講嘅嘢。咁樣落嚟咧，我帶大家再睇一睇下邊，再睇有乜嘢，或者我哋帶大家再睇一睇個隧道，好嗎？好，我們下去啦，好嗎？嚟，首先啊，因為成個地下都係好多好多窿嘅，上邊都係，你睇下依邊都係，全部都係炸彈窿嚟嘅，全部都係炸彈窿，四方嗰啲唔係啊。四方嗰啲唔係啊，圓嗰啲就係啊嚇啊！好，我哋而家落一落去先，帶大家再睇睇。好，你哋有燈嘅落去先。小心啊！其實嚟講咧，嗱，我哋隔離依處咧都有條樓梯嘅，咁我哋都無需要再上去，因為上去都係一樣，都係咁上下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落去隧道啊。聽講呢個隧道咧，係曾經日軍嗰陣時咧，就係病軍火、藏軍火嘅地方。但係入邊咧係有冇蛇，我就唔清楚啦。
小心啊。呢、这個樓梯咧非常非常嘅斜，大家要小心，大家工作人員同埋我嘅親愛嘅粉絲們啊！啊，你們要小心啊！小心小心。OK， 咁我哋睇翻后边呢处少少好嘛？嗱，咁我哋就行过嚟呢度近呢点点啦，嗬。我哋行前啲睇一睇呢度先。嗱，你哋所前面所睇嘅系头先我哋望落嚟噶啦。呢啲入边四方嘅咧就系酿酒嘅地方，呢啲嘅酿酒池我哋叫做。嗱，后边都有一只噶。在後面咧，即遮字都係有嘅，嗱，呢度都係有，全部都係有嘅，嗱，全部都係有嘅。那邊不過能過咯，嗬？可以過嗎？這邊過啦。來，要小心。是，帶路唔該，小心好困。動一動個地下睇下，小心啲。呢啲全部都係空洞嚟嘅，依、这個又睇到多少地下啦？依、这個啊，依、这個睇到多少？係那邊也是一樣。嗱，依度依個又係揚州池嘅後衞啦，你邊個棍我一下？已經全部藏曬水啦，我哋已經睇唔到入邊啦。不過咧，頭先咧我咧就攞個棍咧放落去入邊嗰陣時咧，就有嘢撞嗰條棍嘅，而家就好似霧。咁我哋再過去嗰度睇一睇。哇，很大哦！这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不知道我们以前有算过，不知道几粒这个酒渣。哦，很多粒。那三十多粒啊，四十多粒啊，三四十多粒啊，啊，哦，是啊，啊，很多粒，哦，原来曾先生讲啊，佢哋曾经有数过，大概有三四十粒咁多，咧，全部都已经好多俾草已经冚晒，前面都遮住咗啦。那边啊。不能过，我们就不要去了。过去全部都是一样的，在里面都是一样这样的酒渣。哦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一样的酒渣。哎呀，这里有个窿喺度。因为这边太危险了，我们也不要过去了。头先我哋争啲踩到个窿啊，睇睇下呢个小窿。呢啲咧，点解佢会有咁个窿咧？又系依然系嗰啲炸弹咧，曾经炸咧，因为日军喺呢度战霸到英军嘅时候咧，英军咧就报复啦。去報復咧，咁佢就揸個戰鬥機咧，翻嚟咧就炸咗依個酒廠佢嘅。但係咧，佢炸嗰陣時咧，就炸到變咗咁嘅樣啦，爛曬啦，係。跟住然之後咧，就炸死兩個日軍。啊，依、这個就係記載嘅，同埋佢哋當地嘅居民所講嘅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哋睇到嘅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以前炸咗之後咧，落嚟留翻嚟嘅嘢咧，就係咁樣樣啦。
好啦，咁我而家咧，我带大家咧去隧道一下，好嘛？好，呢个隧道咧非常嘅紧张，同埋好阴森恐怖嘅，听佢哋讲啦。但系我哋未入过去，我哋又唔清楚。小心啊！小心，照呢度呢度啊！不過咧，有好多fans 咧，又問咧，其實呢個地方咧，就聽到頭先我哋所講咧，有兩個日軍喺度行上行落喎。咁我哋再照翻上去，再睇翻上去啊！唔該。咁我睇有陰陽眼嘅朋友睇唔睇到啦？又冇你哋自己睇啦，我就唔方便講啦。亦有聽到聲，陣間我哋再入翻嗰個俱樂部咧，再睇一睇，因為佢哋講咧，嗰個俱樂部裏邊咧，嗰個俱樂部嘅裏邊咧，佢哋講有個女鬼喺度嘅。第一邊我哋冇行到，陣間我哋去睇睇，嚟小心啊要。嚟，我哋去睇一睇個隧道。我們去看看隧道。哦，係，仲有一個地方。曾先生，剛才你有說嚇，這個地方啊，這個地方啊，聽下曾先生講，聽說啦，是斷頭台，是嗎？對對對對，這個地方就是斷頭台的地方。斷頭台，斬頭嘅地方，是日本軍砍人嘅。對對對對。我哋嚟睇下啲刑場先。嚟，小心，呢度睇下有窿喎。受刑的地方啦，砍头的地方啦。OK， 我们过不了去，我们就这边吧。因为地下呢度又深咗落去，我哋就行唔到过去啦。唔知喺下边有冇窿，我哋就唔敢啦。对，我们不要过去，我们只是看到啦。前面你哋所睇到呢个咧就系断头台啦。听讲佢哋讲咧，以前咧日军喺树咧就捉咗大量嘅呢度嘅居民，就怀疑佢系间谍啊，甚至乎其他嘅因素咧，而带到佢哋嚟呢度现场呢度咧就斩头嘅。头先我都同大家讲咗啦，就系因为佢哋喺呢度斩咗头咧，将个尸体咧就抌落嘅前边嘅河边嗰度，甚至乎到而家听讲有人钓鱼钓到有骸骨、骷髅骨头上嚟啊！呢个唔系传说，呢个系实在嘅嘢。是聽到呢度嘅人釣魚嘅人咧，係咁講。到而家呢個年代，間接性仲有釣到嗰個骷髏骨頭，就喺呢度前面嘅河啦。所以而家我哋去呢、這個咩啦？我哋去隧道啦，好。好大啊！睇唔睇到啊？嚟開路。呢度陰森恐怖啊！睇唔睇到？睇唔出啊！而家咧，我哋咧就係揾緊嗰條隧道啦。全部都是树林嚟嘅，你哋大家听到冇？睇到啦，嗱，
全部都是油仔巴遮到晒噶啦。如果是讲冇当地的人嚟带路嚟讲咧，根本上就冇可能会入到嚟嘅。非常的入，而非常的隱蔽啊！嗱。大家睇到冇？依、這個就係隧道嘅入口處啊！但咧喺隔離咧有棵榕樹喺度嘅。唔知入邊有冇蛇啦，我就唔清楚。唔知有冇啲野獸咧，我哋就唔清楚。OK， 咁我哋叫我哋嘅工作人員咧，入去睇一睇。而且呢個隧道咧就非常嘅隱蔽，而隧道嘅口咧就全部都有已經有樹根喺樹，即是講遮住咗噶啦。好啦，我而家帶大家落去睇下。開爬字入啊！前面不知入得到冇，再看看有什么。这里有一个窿，这里再下边。已經有泥封住咗，睇唔到入唔到，我哋爬唔到入去啊！呢度，但呢度咧就係睇睇上邊，落燈嚟嚇，唔該。入邊嘅情形係咁嘅，係入唔到去嘅，全部都有鐵、有洋灰喺樹冚住咗。喺呢树我睇一睇，呢边仲有一个位，呢度有咩入到去嘛？呢度咧就比较好，就多少阴森恐怖，小心啊！得唔得？入唔到唔好入。太危險，得你出嚟先。等我照一照先。呢啲就係以前英軍咧所遺留落嚟嘅隧道。聽講咧，英軍走咗之後咧，日軍咧就攞呢個隧道裏邊咧就埋藏軍火嘅。但係呢個地方咧，好多地方可以去，但係我哋。看不到了，已經入不到去了。
是这样的，入面可以上上面的，可能那时候英军日军打仗的时候，他们的士兵呢即是跳下来，这里属于一个地笼，是躲避他们的敌人的攻击的。咁我再落嚟，我哋再睇下呢度。我睇一睇先，呢度有一个隧道。但系呢个隧道咧，睇下，好似又系通出去出边嘅喎。系头先我哋入嚟嗰度嘛？另唔系另外一个系咪？另外一只吓。但系呢度咧，我哋就睇到。前面是很难出的这个位置，所以给大家看看先。那么我们走回，我们就不要过这边了，我们走回出来这边，出回来这个位置，刚才我们入来这个位置了。我看到這裡呢就好像戒指來的，裡面都有一隻，這裡有一隻，我把刀來一下，刀來金戒指喎，佢哋除咗藏呢个藏宝、军火，你揸住先。呢度仲有一个，嚟个柱呢度啊，但系。是不是真的真金呢？是不是真金呢？我們就不清楚了，但是看下來似真似假，再看看。 OK， 出來先，你們小心點。咁何解会有金戒指喺度呢？我哋都唔清楚，可能以前除咗军火之外呢，可能都有藏金器，但係冇可能咁多探灵嘅朋友呢，你都係探灵，冇理由冇留意到。好啦，我哋都出返去应该头先嗰只窿系呢个窿嚟嘅，如果冇讲错，嗱系啦，系啦，头先嗰个另外一个隧道窿喺个隧道口，嗱睇唔睇到？系啦，应该系啦，因为我哋喺隔篱啫嘛，而家睇到啦。啱，冇错，但喺隧道嘅口咧，上边咧嗰啲树根已经包满住啦，系冇咁容易察觉嘅。好，我哋再嚟呢度睇下。
咁樣咧，而家咧，我哋出翻嚟先，因為始終呢度咧又熱又焗，唔係咁好受，而且我啲工作人員全部個衫都瀨渣曬啊！好啦，我哋已经可以讲出咗嚟啦。呢度都有个窿，喺呢度冇都有水积住喺度。但我哋咧就睇唔到正正式式入面嘅底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再带大家咧，再翻翻入去睇一睇佢哋所讲嘅系咪真系有呢个女鬼喺度招手，甚至乎有好多人喺度求字求财啊！因为佢哋讲系喺另外嘅一边，咁我想带大家再翻翻现场。再睇一睇好嘛？嚟开路，唔该，小心啊！呢个窿啊，呢度有窿啊，系。我们进回刚才里面那边哈，郑先生哈，来。哦，有刺哦，小心呢度有刺啊！呢度有刺啊！你们下去先，你们先下去。咁我带大家再睇下正式咧，系喺呢个位置。你们过来这边先，你过嚟呢边先，系。你哋所睇到咧，就係呢個位置咧，佢哋咧嚟求財嘅人講咧，就喺呢度地方就見到個女鬼穿著白衫，企喺依處同佢哋揮手啦，就係你哋前面所睇依個地方啦。依個地方係頭先我哋未嚟過嘅，就係依個地方，因為佢哋咧喺依度求財嗰陣時咧，嗰個女鬼喺度揮手同佢哋。嚇到佢哋咧，走夾唔到啦，就喺呢個地方。咁我而家咧，陰陽眼嘅朋友咧，你哋自己睇有或者冇，你哋自己睇。好啦，我哋行翻出去啦，好。呢、这个楼梯已经断咗啦，我哋上唔到去上边睇，好可惜。上边佢哋都讲，一时都有见到有啲灵体喺上边徘徊，系唔系实际，我哋就唔清楚啦。所以今日咧带大家咧嚟到呢度咧，即系讲睇历史嘅呢个建筑物嚟讲咧，同大家去分享。
嗱，而家我哋入翻你呢個俱樂部呢度啦。當年如果有咁大個俱樂部嚟講，規模咁大嚟講咧，係唔錯嘅。但係應該當年咧係好多軍人喺處嘅，係早期係英軍嘅時候落嚟咧，就係呢個日軍佔霸咗。之後咧，英軍就報復咧，就派戰鬥機嚟咧，就抌呢個炸彈落嚟咧，就轟炸佢哋。即係佢哋之前所做嘅嘢啦，即係建築呢個酒廠嗰陣時咧，就冚唪唥咧就幫佢炸爛曬，就炸死咗兩個日軍。但係咧，聽到佢哋講咧，當地嘅居民講咧，甚至乎路過嘅人講咧，都見到有日軍頭先我哋所講啦，喺個一樓或者三樓嗰度咧，樓上嗰度徘徊嘅。呢度就係個邊皮啦。政府嚟鑽的地方啊！哦，政府嚟鑽的地方啊！鑽的地方嚟敲啊，敲不倒。哦，就是這個洞啊！哦，當年咧，政府咧喺度鑿呢個牆咧，鑿唔到啦，就留低呢啲咁嘅後遺啦。我們再看。哦，這個也是。哦，是啊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油仔巴嚟噶，係油中院，全部已經睇唔到啦。嗱，你這邊有一個洞。敲整個月，敲這樣子。哦，敲整個月，才敲到這樣的樣子啊？為什麼那麼硬呢？敲不倒。敲不倒啊？哦，就来多少只车都倒多少只。哦，是啊。啊。哦，那么悬呢、啊？哦。哦，奇怪啊！政府人喺度敲呢个窿，敲咗成个月咯，好夸张。但系咧，好奇怪喎、啊，唔晓冧喎，呢座建筑物其实系有乜嘢玄机咧？大家心知肚明，唔使讲，一定有佢嘅原因嘅。前面就有啊，这个也是啊，啊，这个也是啦，哦，哇，原来系咁，原来呢度政府当年的时候，他们在这边敲，就是敲不到，啊，敲不倒，敲不倒，哦，敲了两个月就是这样子，冬天他们敲两个月只敲这样子。哦，就是这样啦、啊。不是他们的车，那个敲的车坏了，不是就是人生病。哦，人生病。啊，人生病也有。哦，啊、就是这样的原因、啊。那么他政府都宁愿放弃了。没有人敢做，不是不这个工程没有人敢拿。哦，这个工程没有人敢拿了，啊、没有敢做了、啊。全部都怕哦。全部怕啦。哎呦，够力啊，真是够力。所以讲呢，政府人嚟呢度做工呢，又有人病啦。啊！又有人即是講發生事故啦，所以都冇人敢喺度開工，亦好多問題嘅出現。好啦，今日咧帶大家咧就參觀咗，睇到呢度為止。我哋都很謝謝曾先生。
帮我带路，帮我们带路，他们讲我们的这边的历史。当初你的爸爸在印尼过来的，对，我在印尼过来就住在这边。我的阿公也从印尼过来的。哦，阿公也是从印尼过来。过来就有了这个建筑物就有了。这个建筑物就有了了。哇，如果你爸爸现在几岁啊？如果真正来讲，100多岁哦。哇，可是爸爸还在吗？不在了，不在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，所以啊，没关系 ，OK， 即系讲呢座嘢咧，就系讲咧，阿曾先生讲系阿公啦，系爸爸啦，嗰阵时喺印尼咧过嚟嗰阵时咧，就呢座建筑物已经喺度噶啦，所以讲到而家都系留喺呢处，一定系有啲原因嘅嘢嘅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为止。今天我很谢谢你带领我们来这边走走看看。啊，带人家来啊，我们就是探索这边的历史的文化。好，今日带大家嚟到睇历史嘅遗物啦，同埋文化嘅嘢啦，同埋佢嘅古仔啦，咁样都非常咧都系好嘅。咁样咧都好开心。我哋咧喺个隧道嘅口嗰度咧，就即是话就两只金戒指，但系咧我要去鉴证系咪真系真嘅金戒指先。好，到时候再同大家再分享一下新嘅。地方，因为很多地方咧，你哋都冇去过，咁样咧，我哋咧就即时揾到啲啊历史嘅文化嘅嘢啦，有故事嘅嘢啦，带大家去睇下啲历史嘅嘢。因为好多地方你哋都冇机会啊嚟到依处嘅，咁样我哋咧就劳苦功高冇所谓，同埋我哋嘅工作人员，同埋我哋嘅粉丝咧，带大家咧喺度探索下历史嘅回顾嘅嘢咧，都系几好嘅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啦，有咩事我哋大家下次我哋再见，好嘛？拜拜。